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云谷禅师教导了凡先生要改过自新，那么这个就是所说的义理之身啊。今天我们接着看，夫血肉之身尚然有素啊，义理之身岂不能隔天？血肉之身呢，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因为没有办法了，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此都落在素里头啊，所以用这个熟素啊，能够推断你的一生吉凶祸福。那么如果人要想超越命数，要从心理上呢做一个改变啊，把从前不善的观念行为都能够改正过来，与义理相应，那这个身呢就称为义理之身了。在佛法里面讲的是愿力，血肉之身呢是业力，业力变现的。如果我们的愿力大过业力，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尘愿再来啊。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就是血肉之身呢，没有离开自私自利；义理之身呢，是大公无私啊，啊，不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了。生在这个世间，这个身体是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呢，服务造福的一个工具，跟自己的业力呢完全脱离关系了，那么这个身就称为义理之身，这个身就称为尘愿再来。众生有福，这个身呢在这个世间啊就会常住啊，众生没有福报了，这个身自然就舍离了。换一句话说，佛家常讲的了生死出三界，就是这个意思。下面他引古书作证，太甲曰：天作孽犹可畏也。啊，这是假设的，啊，这是天然的灾害。犹可畏呢，是可以避免的。啊，我们今天讲啊，自然的灾害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挽回的。这个道理很深。自作孽不可活了。那是无可挽回，无可避免。这个话的意思很深。自然灾害为什么说可以避免呢？现在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不多了。圣人告诉我们，佛菩萨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医报就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啊也是随着人心来转的。如果
这个社会人心善良淳朴，我们居住的环境它就转好了，所谓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仅仅是人为的灾害是人造的，自然的灾害也是人造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一个是共业，一个是别业。共业是大家共同来造作的，这就变成自然灾害；个人所造作的呢，那就变成个人的吉凶祸福啊。所以个人自己造孽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啊。这个社会大众共同造的这个业，我有办法避免，我有办法了挽回，这是真理，这个是事实的真相。那么又引《诗经》两句话说，诗云：用言配命，自求多福。这两句话，用言就是常说啊，这个古圣先贤常说啊，配命啊，意思就是说与上天的心呢相应啊，人心同天心呐、啊，啊，天是什么心呢？啊，天到底在哪里呢？啊，这不是一个有形的，是在讲呢，是个无形的，是个抽象的。所以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天心呢？是爱心，无私的爱心啊。天心是公平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修养，把自己的心愿提升到大公无私，平等的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就是用言配命的意思。当然福在其中啊，不求福报也现前啊。这个意思诸位细细去想。下面云谷禅师说了，说孔先生算如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又可得而为也。啊，天这是你过去生中造的，啊，你造的这个不善业，所以你这一生当中没有功名，啊，没有功名的份，你也不会有儿子，啊，这是你过去生中所造的，啊，可以避免。可以挽回啊，怎么样挽回呢？如今扩充心得，我改过自新呐、啊，力行善事，多积阴德啊。什么叫阴德呢？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这个叫阴德。阴德报得厚啊，做一点点的好事，人家都知道了。像现在的新闻媒体来表扬啊，来赞叹啊，把你向这个社会广大群众啊去介绍，这也是福，这个福啊立刻就爆掉了，很可惜啊。啊，所以真正做好事的人不要让人知道，如果做好事一定要有媒体介绍，要这个报章上啊，要能够看到，这不是真的好事啊！你这个心呢，还没有离开名闻利养啊，你不是真心呢，你这个善是假善，是伪善，不是真善啊！真善呢，何必让人知道呢？
啊，媒体来报道应当尽量避免啊，这样才好。古时候真正那个大德大能的人，所谓是韬光隐晦呀，隐居在深山里头，没有人知道啊。于是他的德愈积愈厚啊，到机缘成熟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啊，这个里面含藏着许许多多的学问啊，这些我们都要深思，我们都要会学啊，所以这个是自己所作之福，安得而不享受乎啊，自己造的福自己当然都受到啊。接着大师又引用《易经》上的话说，就是义为君子谋，去吉避凶啊。引用这两句话，让了凡先生加强信心。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去，凶何可避呢？这个话说得好，如果说是命运是一定的不能改变的，那易经上这一句话就讲不通了。换一句话说，易经上这两句话告诉我命运这一桩事情活活泼泼啊，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善念就增福啊，那个福就加了一分啊，恶念呢就减了一分啊。每一天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是加减乘除啊，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那为什么这个世间的人这个命运都被人算定了，他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啊，没有离开他这个中线太远，所以就算得很准了。如果这个加减乘除幅度很大，他命运就不准了。在前面所说的大善之人命运拘束不住他，大恶之人命运也拘束不住他，那就是加减乘除的幅度大啊，他有大善祸会变成福，他有大恶福会变成祸，道理在此地啊。开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说汝信得积福啊，这些书了凡先生平常念得很熟啊，念得很熟，意思不能说不懂，但是了解得不够深呐。换一句话说，读的那些古圣先贤的书啊，自己没有办法用在生活上，那无法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所以他的命运呢，一丝毫不能够更改。云谷禅师这个一提示，他明白了。了凡先生说：“欲信其言，拜而受教啊！”云谷禅师这番话了，把了凡先生
点醒了。啊，命运确实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变。一定要懂得自求多福。啊，所以我们学佛，有很多人问我，他说法师，你为什么要学佛？我的答复很简单，我学佛的目的很单纯，提升自己的境界。啊，那么这是从果报上说，从因上说呢，提升自己的德行。啊，积功累德是修因呐，因好，果当然殊胜。啊，业因果报啊，到你自己能够觉察得出来的时候，你就非常欢喜。这佛家常讲长生欢喜心啊，这一生都生活在欢喜当中，你说这个多快乐了啊，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烦恼，这叫得大自在啊。啊，这个经论里头常讲长生欢喜心啊，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这是多么幸福啊！我是为了这个才学佛的啊。其实这是早年老师教导的啊，我在学佛之前爱好哲学啊，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他告诉我，佛学是哲学里头的精华，哲学里头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句话打动了啊，所以认真学习啊，我出家剃头之后再去看他老人家，他非常欢喜。哎，他说你的路走对了。啊，我跟你说说，没想到你真干了。啊，所以确确实实得到老师的指引，我也像了凡先生一样，与信其言呐，拜而受教。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张家大师替我奠定根基，啊，李炳南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把我培养起来，啊，一生得到受用，得到快乐，得到自在。啊，了凡先生明白了，觉悟了，啊，下面真干了。应将往日之罪啊，过去所做的种种罪恶的事情啊，种种过错，佛前尽情发怒啊，啊，发怒就是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完全说出来啊，为书一通啊，书是文章啊，就是自己下定决心要改过自新，写一篇文章求佛菩萨为我做证明啊，用意在此地，是先求登科啊，他命里头没有这个功名啊，先求这个登科，是先求考中举人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啊，秀才到最高的只是贡生呐，啊，所以他没有科第呀，啊，用现在的话说的是他没有学位，啊，世行善事3000条，
以报天地祖宗之德，就真正开始断恶修善了，发了这样的大心，这个很难得。云谷禅师看到当然欢喜，孺子可教啊！虽然这个时候袁了凡先生已经35岁了，这个能够真正回头，断恶向善。在明朝那个时候，这个功过歌很流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的有成就的伟人，都曾经用功过歌这个方法来检点自己的过失。所以云谷除功过歌是语，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期毕业。了凡真的他是凡夫他是初学而且根性不是上根立志可以说是中下根性的人，所以了凡居士就用功过歌来帮助他功过歌现在在台湾在香港也都有流通都可以能够找得到我们过去也曾经翻译过。每一天登记，每一天做的好事自己记下来每一天做过失反省过失，过失也要记下来，善恶对比我这一天到底是善多还是恶多你开头做的时候一定善恶混杂，可能是恶多过于善，自己的警觉就提高了，天天认真努力去改，希望改到有一天呢，功过歌一打开纯善无恶，那你就成功了。这是教他从事上去改这个方法不是一个高明的方法，但是对普通人来讲呢，是非常有效果的方法那么又教他吃准提咒，佛法里面参禅、持咒、念佛方法虽然不同，目标功效完全是一样的，收心一般人不可能没有妄念只有佛菩萨大修行人没有妄念，妄念对我们的伤害非常之大我们要知道妄念不但破坏了我们清净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天吃一餐日中一时而且吃得很简单，吃得很少，我们现在人想着这营养怎么够啊，我们不明白道理真正道理搞清楚了这恍然大悟，原来营养是我们体能的补充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这个机器24小时都在运作，睡觉的时候也没停止，心脏还是在跳动，这个脉搏在跳动，血液在循环，这是能力，需要有能量啊。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像汽车一样加油啊。但是那个车我们懂得，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我身体也一样，身体对于这个能量的消耗啊，有耗能量的，有省能量的。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我们真搞清楚了，95%啊，消耗在妄念上。这次明了了，为什么修行人一天吃一餐可以呢？他心清净，他妄念少，他消耗能量就少，身体健康啊。那么凡夫妄想多，杂念多啊，每一天补充3次还不够啊，还要吃宵夜吃点心啊，一天到晚都在补充啊，他消耗的太多了，消耗太多与这个身体啊决定有不良的影响啊。所以你要想保持身体的健康，要减少妄念啊，妄念减少了，你的饮食自然就减少了。最健康的身体是不要饮食啊。为什么呢？饮食再少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没有污染。没有饮食那就绝对没有污染了。你的身体才真正健康啊。所以多吃东西不是好事情。多吃东西那个脏的东西它不能排泄排净啊。你的这个体能器官的污染，这个机会比别人多啊。那在现在讲呢，你生病的机会多啊。古人说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那么教他念咒，念咒就是修清净心啊。人决定有杂念，你把这个念头集中在咒上，你的杂念就没有了。用一个念头取代一切妄念，道理在此地啊。效果呢非常显著啊。所以你用参究的方法行，用这个念咒的方法行，用念佛的方法也行啊。方法很多很多，佛家常讲84000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道太多太多了，你可以选择用个一两种，帮助你摄心啊，帮助你把妄想打掉啊，心地清净，智慧就现前啊，真心就现前啊。所以这是一种修行的手段与方法啊。云谷禅师教他念准提咒，那么又告诉他说啊，语曰：福禄家语又云，不会舒服被鬼神笑啊。那个画符念咒的专家啊常说啊，你不会画符啊被鬼神笑啊，鬼神不断给你开玩笑啊，有时候还让你受不了啊。这个里头有秘传啊，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所以画符念咒念佛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就是方法形式不一样，它的原理目的完全相同啊，都是要用真心啊。
就是你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福就灵了。就治彼书福，我们拿起笔来画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啊，你要把所有一切妄念统统放下，它一念不生呐、啊。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开机。由此而一笔灰尘，便无思虑，此符给您。啊，所以画符那个符灵不灵啊？你去看画符的人。所以平常要练习，练得很熟。啊，我们从小的时候，那是做小学生，也喜欢画符啊，啊，天天在练的，啊，但是我们不懂这个原理，啊，如果在画符里面还有个妄念，这符就不灵了，啊，一定是这一道符从一笔一点下去，一道符画完，没有一个妄念，啊，这个心呢是清净的，这个符就灵了。那么由此可知，念咒亦复如是。啊，念的这个咒啊，这个里头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夹杂一个妄念呢，这个咒就不灵了。由此可知，念神咒啊不容易啊。那个咒越长越难念。啊，越长时间长啊，很不容易没有杂念呐、啊。所以佛家常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为什么呢？经比咒长，不达妄想呢难。啊，咒呢也相当长，里头不达妄想也不容易。佛号短呐、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里头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一句佛号就灵。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这个佛号就不灵了。啊，所以这些方法呢都是摄心的，都是帮助我们到清净心的。清净心是真心，心里头有妄念呢，这个心叫妄心。啊，妄心有生灭，真心不生不灭。真心里头没有念，所以他没有生灭。啊，如何能够把生灭断掉，恢复到不生不灭？这是佛家修学功夫最高的目标。啊，到不生不灭。啊，这个道理难得了云谷禅师啊为我们说出来。在下面说，凡弃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感觉就是求感应。啊，与心性求感应。啊，与上天求感应，都要用个真诚心。所以是诚则灵，不成无物啊。啊，又说孟子论立命之学，立命之学最早是孟子说的。二曰夭寿不二，夫夭与寿之二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呢？啊，孟子这个话说的高明呐、啊，啊，夭是短命，寿是长寿，啊，短命跟长寿是一不是二，这个话一般人听不懂啊，啊，短命跟长寿啊差别太大了，啊，怎么是一不是二呢？我们因为看到是二，看到是差别太大，我们用什么心去看呢？分别心去看，执着心去看，所以把它看成二了。如果你的心不动，你的心里头一个念头都没有，长寿跟短寿啊，确实是一不是二了。
为什么没有分别了？有分别才有二三呢，没有分别哪有二三呢？啊，什么人不分别呢？圣人没有分别心。啊，佛陀没有分别心，菩萨没有分别心，凡夫有分别心啊。所以把这个世间一切法都变成对立的了，大跟小对立，长跟短对立，啊，善跟恶对立，真跟妄对立，啊，全部都变成对立的。这个对立就是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啊，生活在相对的世间，这是虚妄的世间呐，啊，《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这个不是宇宙人生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叫一真，那就是说这个里头绝对没有相对，这才是真的。有相对不是真的啊。那么六道里面是相对的，十法界里头还是相对的啊。到一真法界呢，相对的就没有了啊。那我们讲相对没有，是不是有绝对的呢？绝对也没有，绝对跟相对两个建立的，相对没有了，绝对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佛经里面讲不可思议啊。思是思维，你不能思，一思你就错了。议是议论，说也不能说，说就错了，就开口变错啊，动念皆怪，那是真实的一真法界，那是真平等呐。啊，那么孟子说这些话了，不简单呐。他要不契入这个境界，他说不出来。啊，所以孔孟虽然跟佛法没有接触到，要用佛法的标准来看孔子、孟子，他们也是大菩萨，也不是普通人。啊，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观察，啊，在佛法里面讲，大乘圆教七地菩萨以上的境界，啊，是细分支，啊，那就是把它推广，风千不二啊。然后可以立富贵之命，啊，丰是丰收，啊，农夫今年丰收，啊，收成好；练是收成不好，啊，收成多丰富啊，今年可以过得富足啊，今年欠收，日子就过得很贫困了，啊，如果你能够懂得丰欠不二了，那就是贫富不二了，啊，你就能立贫富之命啊，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啊，穷是处在困境，啊，办什么事情都艰难困苦，不能成就，通是通达。啊，想做事情啊，助缘很多，啊，非常顺利。啊，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你就不能立贵贱之命。那我们要问，世间有没有贫富？有。有没有贵贱？有。怎么样立命呢？贫者安于贫，富者安于富，贵者安于贵，贱者安于贱，各得其所，这叫立命啊。啊，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是真正知天命。
啊，所以这世间永远是太平的啊，社会绝对不可能有动乱啊。为什么？知命啊，这是学问，这是实学，真真实实的学问。接着说，要受不二啊，然后可立生死之命。啊，生死这个现象在六道里面都有，啊，可不可以怕？怕呢？不可怕。生死非常正常，只要你把这个里头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不会贪生怕死？不会。生跟死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通达的人对于舍身受身，就像生死这桩事情，就像我们一个人脱衣服换衣服一样。我们把衣服比喻作身体，啊，这个衣服穿的时间久了，脏了，破了，我自然把它脱掉嘛，啊，脱掉这个身就不要了嘛，再换一件衣服嘛，啊，就换一个身嘛。所以生死舍身受身呢，就像换衣服一样。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这个衣服啊，越换越漂亮，好啊。如果越换呢，越差，那就不好了。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他这个身体舍掉了，来生在这个身体比这个身体差了，畜生身、恶鬼身、地狱身，这个身相比我们是越来越不好看了。如果这个人一生呢行善啊，好善积德，那么他这个身舍掉之后啊，他来生升天，天身比我们这个身庄严多了啊，他得菩萨身、得佛身啊，越来越庄严了。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懂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肯断恶修善。断恶修善虽然是利益别人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这是真理啊。损人决定害己啊，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这个话说的有弊病，损人决定害己啊！你立即是眼前得一点小利益，可是几十年之后，你死了之后啊，你变恶鬼、畜生、地狱啊，那真正就害了自己啊，害惨了自己啊！到那个时候，你后悔莫及了啊！所以，损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啊，真正聪明人、明白人决定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啊。文人从事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人，我们今天看到的，你看看许多出版的东西啊，有很多人送书送东西给我看，我第一个要看版权页，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比旧，这本书我不看啊。我为什么不看呢？因为我想他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因为他的心很自私啊，他没有利益这个大众的这个意愿，我不愿意浪费我的时间精神啊，所以我不看他的。下面后面要印的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这个书我会仔细从头看到尾。为什么？他的心量大，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善人，他的东西一定可以读啊，所以我读东西跟一般人不一样。
啊。那么我自己的啊，像这些年来讲经的这个录像带、录影带啊，数量很多啊，估计总有几千种了啊，书籍也有不少，我完全没有版权啊，欢迎翻印，欢迎流通啊，人家能够流通翻印我的，我很感激，他总算看得起我。他要看不起我，他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干这个事情呢？啊，我又何必要限制别人不可以翻印，不可以流通呢？啊，那我们帮助众生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这个意愿，永远达不到啊！啊，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版权。啊，而且欢迎别人拷贝、翻印、流通。因此，对生死这桩事情参透了，看透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贪生怕死的念头没有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方式死亡，都会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为什么呢？知道这个身舍掉之后，马上就换一个比现在这个身更好、更殊胜。啊，我有信心呢，有把握。人生世间为生死为重啊。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啊，该是包括，只要能把这一关参透，啊，参透，那么所有一切相对的境界里面呢，你都能得自在了。啊，一切顺逆，啊，顺境逆境，啊，人事环境里面善缘恶缘。都包括在其中了，包括这个不二啊。我们要入这个境界啊，我们在一生当中啊，免不了遭遇到有些人对我们好，照顾我们，这有恩惠啊。有些人对我们不满，恶意毁谤、陷害、侮辱都有啊！啊，我们用什么心对待他呢？用感恩的心对待。对我好的人，我感激他，他对我许多帮助；对我不好的人、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也非常感激。啊，感激他什么呢？消我的业障啊，成就我的德行呐。也就是说，他用这个手段来对待我，看看我的心平不平静，我还有没有嗔恚心。如果我还有一念嗔恚，我还有一念报复，我是凡夫，我的功夫没有进步啊。啊，他这样一对我，等于说一考验，哎，我及格了。啊，我对他没有恶意了。没有报复念头了，不但没有报复念头，我感激他，我感恩他啊！所以我的小佛堂，我们这些冤亲债主对我很不好的人，我都给他供长生牌位，天天诵经拜佛给他祝福，不一样啊！啊，你怎么样陷害我，我还是祝福你。啊，我把你看作佛菩萨没有两样，你为什么对我不好呢？你对我了解不够，所以一切出自于误会呀！啊，何必要计较呢？计较那是我的过失，啊，我不计较，我感恩，啊，我尊敬，啊，你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我帮助。我会去。
全心全力来帮助你。这是做人的道理啊，必须参透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佛家说的，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孟子这些话来看，儒家也歧入不二法门呐。儒佛是一不是二，然后我们再仔细观察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的奠基，在我心目当中全是不二法门啊。所以我学佛，我进入其他宗教的教堂，我礼拜呀，我恭敬呐。有许多人见到觉得奇怪，我说一点都不奇怪。一切众神是一，不是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